恭请圆顶观师准备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圆顶观师早。圆观师早。各位前前大家早安，各位前前参者请坐下。今年不接连各位念的书，各位今年大家大家早安。老师早安。我发三条天文书的，咱老接连是单接连啊，以修台先人的开的主笔，阿个咱前人不接连各位念的书，各位接连的栽培，我发今仔有这个机会来遮啊，加注意接连学习。今仔日我阿要学习的是，道德经的第九章，道德经的第九章。首先咱先来看这个经文，我阿台语念一下，吼，若无啥标准，注意一下，多多包涵，吼。其义言之，不如其意，吼，注意一下，甲我做一下，感觉，吼，其义言之，其义言之。不如其意，不如其意。随其睿智，随其睿智。不可中报，不可中报。金玉满堂，金玉满堂。木之灵秀，木之灵秀。富贵自骄，富贵自骄。自为其咎，自为其咎。功成名遂，功成名遂。心退。天之道，天之道。这段咧讲的一挂道理吼，我差不多甲听做三段吼，听做三段。其实是老子借咱吼对气骨的现象，讲到咱人的心的迄种心理原理，讲到咱修道要安怎进退的一种道理吼。咱来修道就是要学天的道嘛吼。修天道，要安怎做？看起真正是天之道安尼吼，这是老子的这种咧，甲恁讲的迄落吼。因为伊文伊是头啊拢用较反面的，好即大家就用另外一种正面，甲恁讲咱修道人要学啥物智慧吼。借着这段经文，咱来学习啥物智慧吼，对咱修道人来讲，较是正面，较是值得去。去追求的这种的方向咧吼，首先第一段吼，我叫做知己修友啦吼。伊讲第一段，其义言之，不如其意吼，随义睿智，不可中报吼。讲这个“其”就是咱摕一个杯啊，这个“其”这个动作，我摕一个杯啊吼，伊就是要甲伊用个碗倒水落去，一直倒，一直倒。咱若无控制，迄杯仔咱装的水有限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当然咱上希望是啊，用较大满满满拄拄啊好，安尼敢好？上满就会出来啊，对不对？若拄啊满满满敢好？即摆来碰嘛危险吼，嘛、是无好。所以老师讲不如其意，即、这个意就是按适可而止，对不？差不多七八分满就好啊。因为咱咧行啊吼，是吼，有一点点仔空间较袂出出来，安尼对吼，吼，所以老子这段甲咱讲，就像咱咧安那倒杯仔咧倒茶安尼，唔通搁啊上满，上满对咱讲好无好吼？追求物件嘛是同款哦，唔通上过头，上过头对咱嘛无好吼。第二就是随而锐志，不可中报吼。这随就是，好细个是。看人咧拍踢啊店，咧拍踢啊店，是阮兜个对面，吼，伊拢咧拍刀啊，对不对吼？迄古早人拢用迄煤炭、煤炭，烘互烧，迄刀内可能咧烧烧烧着，摕出来就是迄点吼，就是钢锥啊，一直咧钢迄刀啊。刀啊是钢尖的迄部分较重要，是钢迄钝的迄部分较重要。咱刀无一面较尖，对不对？一面是钝的吼，迄面尖的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，讲，搁一直看，一直看，搁饲入水内底看卖啊，溺去了，搁看卖了，搁放入去火内底烘的，一直讲讲，遐刀仔吼，呐有够耐，太阳就吹袂，对不对？咱若去买菜刀仔，种钝的，咱刀仔就好啊，歹，歹，有咩刀仔够钝的，歹切，
啊，若大咱较矮，毋过足大个桃仔刚好。迄个挂着老火老天顶对，第二个足大个桃仔，你若用得无拄啊好，就安怎会起角？吼、哦，所以讲随遇随遇，就是讲你偌较想来啊。虽然足好用，啊，敢若无细意就起角去，安尼伊就无法度中保。即个来个桃仔吼，其实袂当用足久。啊，若蹲无好用，所以要取一个中庸之道，有够来。啊，搁会当冻干啊，较久个，吼、哦，当然咱嘛爱使用个人嘛爱有正确个方法，袂使学袂出力，吼、哦，刀也袂使学袂用，安尼只刀海咱用会久，吼、哦，即木器个物件是安尼吼，讲讲咱来吹击吼，互咱迄种物体变较来吼，下咱刀也变较来，搁若伤过头来，刚好就无好个吼，讲毋通伤过头来啊，吼、哦，好。啊，这个道理就是老师希望用器物的现象来甲咱讲道。哦，咱是是咱看种种的物件来启示道。其实每件物件后壁拢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哦，看咱有法度去体会安尼尔吼。倒手像这个就是持之以恒之，咱咧倒水。啊，这个杯啊，老师是咧比喻比菩萨。比如啥，就像咱人一个生命，你敢知？咱一世人想要倒啥物物件，是咱一世人生命之中。咱想要拥有啥物，咱想要追求啥物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刀仔咧磨，磨是咧磨啥？切磋剁磨，就是要生气苦，对不对？咱做人要安怎切磋得活，咱敢若生气苦。啊，注意听，咱爱安怎切磋得活，安怎生气苦？一般细小的人就是爱去读册，啊，无得学识啊，吼，无得爱有知识，无得爱有一个呐能力，要一技之长，对不对？啊，无这个社会要找头路，敢要找？啊，无知识，啊，无能力，无一技之长，食头路安那，就足歹找个，就爱做苦工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咱希望，伫这个社会，较会当生存较好个，咱就爱锻炼咱安那能力，吼、哦，增加咱个知识。咱想讲你磨刀安尼吼，磨安尼人较好用，吼、哦，人较会甲咱用，咱人个知识嘛是能力嘛同款。哦，头家也感觉咱的能力知识无好，头家嘛袂甲咱用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安尼，吼、哦。啊，若是道场呢，道场咱要有啥物能力，才能互上天用？咱若有啥物知识，那才能互上天用？啊、哦，所以就咱意思去比喻安尼，才能了解吼，吼、哦。所以咱来讲哦，用气氛来讲，一般细小人来追求啥物？啊！咱修道人又搁爱追求啥物？嗯，所以想看卖即问题，咱想看卖，吼，咱甲世俗人敢有共款？有共吼？啊，咱思考世俗人咧追求啥物？一般世俗人追求功利、名位啊。功利就是钱，就是呐，有钱。爱好业，啊！若名利的，就是爱有地位、身份这种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要追求财富，赚足侪钱，这是一般世俗人咧追求的，对不对？吼、哦。啊，不过咱到底追求偌侪钱，确实有够。哦，就是一个月赚5万，可够够？感觉无够个牙签，感觉有够用个牙签。有啊，有啊，有啊。还佫有人无牙签个吼，啊啦，有诶，佫牙签个感觉无够吼，啊十万块够唔够？一个月赚十万块够唔够？一个人讲，已经袂歹啊吼。讲真，你食土咯，一个月咱赚十万块，领十万块薪水已经算真好个。毋过一个月赚十万块，一单才120万，对不对？予咱赚50单嘞，10000万，对不对？哦，
因财产上少三千亿。我咧想啦吼，咱若一个月赚十万块，互咱赚一世人五十担，差不多做五十担吼，咱搁赚六千万。安尼一世人搁赚一亿个做大个。啊，若要想过大运吼，咱来投胎转世上少三千世，咱看赚有过大运，即世个财产无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过大运已经有三千亿啦吼，过大运到感觉讲，哦，我已经出头啊。我想嘛无，哦吼，伊阁继续咧拍拼咧，对不对吼？啊，即个时老师来讲，哦，你想要倒偌济，较会晓默默咧，爱那不如其意。老师来讲，有三千亿已经足多，迄为人赚赚三千世，阁赚无遮济钱。啊，你一世就赚遮济钱啊？啊，阁安怎？阁感觉无够，毋知影其意啊，对不对？所以。大部分人拢知影这道理，欲望敢听袂满，听袂满的，愈追求煞愈贪心，就是咱安尼。嘿，啊，咱若问咱个少年啊，啊，你赚安尼有够，莫赚啦，规个少年会接受，会接受。啊，咱家己嘛感觉，啊，咱无够无够，加欠我，加欠我，加赚我，加赚我，安尼以后较安心。是大部分的人在讲，啊，这拢世俗人在追求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感觉公益好吗？那是嘛，袂使公益好，公益好吗？那是修道人嘛，袂使追求上多，对不对？吼，免咱处一个中庸之道，吼，重点就是唔免满，问题是满的标准是对。你敢知影一世人该赚偌济才算满？前人遮讲的哦，啊，经典讲的，一世人，咱每一个人的福报早就注定好啊，敢是？若无吼，强求哪有？命中若无强求嘛无，啊，问题咱毋知咱命中带偌济来吼，最近会使举手？一世人，咱知咱赚会当赚偌济举手？毋知吼。啊，即个做拍拼赚的，即个命中嘛注定咱赚三千万，三千万赚了，差不多爱等于报得啦，对不对？哦、啊，已经满嘛，啊，不然咱会当赚偌济？咱当时会满，哦，所以即个时阵咱要哪去想？哦，修行人对钱财、名位伊安怎去想？哦，这是大家咱去思考的，啊，唔通满是即部分咧讲，吼、啊，也起码讲。满就交损，对不对？伤过头满，咱会损的。吼、哦，啊，因为损是哪，咱会贪心，愈贪会愈哪。伊修道人来讲，会愈迷失咱家己的呢。吼、哦，咱迄个本来的心会迷失去，甚至为着要哪，要赚这个钱。要对你个名位吼，那你个人争个，会争个，会争个，吼，啊争会出代志个，啊当然，咱嘛袂使讲，啊我想要赚大钱，我都有钱通赚。这个生命，世人咱赚三千万，准哥安尼讲吼，咱要安怎才能赚三千万？真讲，像算命个人讲，嘛是神个人讲，你即世人咱赚三千万哦，啊，咱就来欢喜欢喜转来，咱拢转，拢卖恶，卖做，咱就赚到三千万啊嘛，啊，无法度啊。所以第二，我想要赚三千万，我就爱哪，爱去恶吼。啊，即摆他拄仔咱咧古迄段是讲，其实有钱不如其意，就是要甲咱教一种叫做低俗低智个地位，互咱修道人。会当吼看到一句“其实用钱不如其意”，咱来学习。原来老子是要甲咱讲低俗低智的地位啦。啊，为什么会无法度低俗低智呢？因为咱对钱财这个物件，对名位的这个物件，咱安那想要有，有咱靠安全感，咱才会感觉咱过了好。唔过道理甲咱讲哦。这物件拢心不带来，事不带去。虽然要听这个道理，不过咱讲，转头，
佛堂这边，有啥物来参念头？明明就知影这拢暂时的尔，恁咧，唔过咧足奇怪足爱咧，无吼出紧张的。修到一个关卡，一个关，对这细小的物件，咱参下头的，参卡下头，咱较袂去有绑掉，对不对？啊，若参下头，咱就用咱的时间、体力、生命去追求世间的钱财、甲名利。啊，变啊愈多吼，绑愈矮，事业做愈大吼，愈放不下。这是咱一般人的心理。啊，你有法度，就去有这样的办法，就是爱参透，原来这样的物件，事不带来，事不带去，有也好，啊无吼，也无要紧，有法度，有法度，啊无爱重用，有够用就好，安尼叫做持重不离，吼，所以咱有法度参透这个这样的物件是。心不带来，书不带去，那是产生一种智慧。原来对这个世上，能照用的有够用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啊，唔免把全部时间、体力、精神摕去追求啥，爱留一寡时间、体力、智慧去追求啥？咱修道人爱追求啥？修行人爱追求啥？修行人有啥物坐伫遮呢？坐伫遮是要来趁钱的吗？不是啦吼，但是要追求名位的，嘛不是嘛，啊无咱来追求啥？分享功德，真理、智慧，对不对？啊，追求真理、智慧会当安怎？哎呦，分享功德。嗯，你过来做人吗？不是啦，咱无，咱感觉人间是安怎？苦海。生死是一种轮回，对，所以咱希望咱来这种追求是要脱离苦海，要超生了死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无咱为虾米要来遮坐伫遮听道理呢？吼、哦，所以咱若有清楚，咱就甘愿有时间有因缘，咱就坐咧那共参，啊参就是。啊，参悟嘛，对不对？听听，啊，若无开悟，嘛是放伫遐咧，吼、哦。所以互相勉励，咱来听，慢慢有一角，听到咱会开悟嘛。开悟了，咱才会晓真正救济、解脱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观念里头，已经四十四种以后有吼，就你讲四十种低俗的人不六，会去用不六吼。低俗的人不带，带就是危险。哦，若是咱低俗低智，安尼咱就会遭受忽略，就会危险。或者是四十四章来讲吼，哦，啊要参透这个道理吼，哦，正修行正一条道吼，这佛教的道理讲万般带不去，安怎？只有要随心。哦，重点参透这物件心不带来，心不带去之外，咱搁爱参透一个道理，这一切，这世人所做一切。有一个名会载伊哦，叫做业。所以修道人吼，每时间每一个心啊，伊拢爱想，我做的事到底有功德无，还是咧做罪业？是毋是安尼？咱若是业，伊也足歹个吼，安尼咱来解脱，也无歹解脱啦，对不对吼？所以爱参透这个业的观念了后，咱才讲。原来咱一世人，是一日用一日，原来咱生命倒什么用的？咱这生命的，咱来去思考啊，对不对？不是拿钱尔，不是拿名位尔，咱在倒几天的物，这物件重要性比一般世俗人讲的钱财、名位搁较重要，啊是吼？啊这是啥物？那真正一世人有限。咱搁要死无？咱会当超生了死，咱着爱怎？大遐讲个哦，咱个生命有本末，对不对？有终寿数，哦，先就
本有本法，自有宗旨。吼、哦，知所先何求，即近道矣。吼、哦，这是大学个同你讲个道理。吼、哦，就像这条道内底，咱即世人，即、这个杯仔内底啦，会放石头啊，大个石头啊，细粒石头啊，沙啊，甚至水，即一个故事啦。吼、哦，我相信之前我听过一个教授，就准备即个物件。伫迄桌顶，啊，摕一个杯啊，干了声讲，啊，你要先放啥？啊，伊讲伊摆迄四样物件拢有意思个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大粒石头啊，细粒石头啊，沙啊，甲水，都要放伫即个生命内底，啥物啊先放？沙啊，咱若先放细项个吼，即、這个倒手就是放沙啊，啊来放细粒石头啊，放大石头啊。啊，是你先放水，水你甲倒好碗，你甲放沙了，水才会满出来，会嘛吼？那你去放迄个足侪物件，就是安尼弄会流出来。就是你少年时拢去变迄落呐，挖的物件，有一工你会碰，敢放会入？咱个根本就放袂入，我大粒石头也放袂入。但爱像正手平安尼，先放大粒石头啊，啊来较放细粒石头啊，啊去放沙啊。他个倒水嘛，那点点吼，咱较袂安那溢出来物件咧吼，这是知所先后的智慧。最前个对一个是大石头啊，以咱想到人来讲，啥物是咱生命都用个大石头啊？讲对，对到一到四到，先讲对。对不对？咱就是体会到这个大石头啊，较容易坐伫遮，对不对？啊无，若细小人话，啊，着大石头着积财力，个咱知迄毋是，咱个本是啥？就是我是本是。我是啥？我灵性是根本，对不对？肉体是我，是爱顾灵性，还是爱顾肉体？顾灵性。顾灵性，对不对？啊，总是终数。生命若要结束的时阵，咱咧想，咱是要去啥物世界？咱是要继续来人间轮回，还是要来转来咱个无极里天，还是要来地界佚佗佗个吼？就是安尼，迄个相嘛，知影咱迄个相个迄个道理了，咱即马就知影咱即世人即马爱做啥物事，敢是安尼？有个人就是袂啦，死了就拢成拢了嘛。我看着一世人爱拍拼。死了后的世界，我这世人活了会快乐就好啊。所以伊毋知伊将这个目标嘛，伊就想讲着对出世到死这段安尼过了就好啊。不过咱修着人，咱体悟到对，毋是咱这世人，对不对？咱阁有结，会甲咱带去爱去的世界。啊，要回天，等于无着离天，咱爱做啥物？做功德，毋是做罪业，对不对？哦，若罪业伤重，咱要回天足困难。所以即卖所做即个事，就知影要做啥，用啥物来做咱的标准，用啥物来做咱该做无该做的啦。会尊重，迄是因为修的人已经体会到遮，所以伊较知讲，安尼即个时阵拄着代志爱来，也是趁钱较重要，也是安那。听道理较重要，啥物代志爱摆伫头前，啥物代志摆伫后边，即、這个时阵修着人个想法，甲一般人、世俗个人无共，对不对？哦，逐渐个，咱通体会哦。所以安怎把咱个生命放咩物件，咱来知所先求哦。好，第二段哦，随时随时不可中破，哦，一记刀啊出来，毋过呐，大家。去过人家啊，对不对？想来的道啊，就会安尼。有些人啊，啥物叫做想来？切切动我，对咱讲是有能力、有知识。毋过另外一种赞成，咱有能力、有知识的，迄表现出来的迄个气势也足强嘛。咁个，哎呀，为着要趁钱，
为着要争这个名位，会甲人争权夺利啊！要甲人争权夺利的时阵，迄顶个出来气势够来，足来，足败去。第二个甲人争啥？争是非，出一支嘴甲人争吼，迄支嘴哪倒安尼吼？讲好话，人听着足欢喜的吼，安那？寒冬。一句好话，啊，就哪三温暖，对不对？嗯、啊，若讲了歹话嘞，哦，就算足热，六月嘛足寒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吼、嗯，吼、哦，这就是甲咱讲讲话，其实啊，讲了无好，就哪像水稻安尼。啊，咱为虾米讲话，你去哪像稻啊？你了讲正是非，正好歹，正对对错。所以你要修烦恼，一般世俗人的争权夺利哦，会争是非、拼面子。不过变到尾安怎，嗔恨之心愈来愈严重。所以这个社会吼，足侪人足够受气顶着，就是讲吼，感觉真足了，足侪人足够受气的，新闻报拢好，气来气去，抬来抬去，即摆人那是脾气愈来愈歹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拢在争。不管是争权夺利，还是争论是非，拢在争嘛。啊，有地位的人收着人个，袂使有这个争嘛吼，对不对？若争嘞，咱嘛有看到人在争无？收着人敢会争？咱若收着咧，敢争？有可能，咱会使去割薄。当嗔恨心愈来愈重。咱敢会回转去无求立天？啊，做人对不对？听讲有一个道，专门咧控制这种嗔恨心作动的人。所以咱自我检讨、自我吼思考来分享吼。当然，若起一个嗔恨的心，咱就爱甲咱家己讲，咱离阿修罗愈来愈近啦。啊，若这个嗔恨心佫做较好、较无好嘞，自罪业，安尼就变第二个道。是不是？哦，所以修道人面对咱虽然做能力，咱虽然做知识，不过咱无要点是这个真。咱来切磋都无啊！哦，咱来这听道理，咱来修办道能力，咱不是这个真啊，对不对？嗯、咱若真正对了走去阿修罗道吼，安尼无差，咱一世人咧修办道。咱是是要好啊，要安怎？累积咱的功德，咱要得到咱的利天，对不对吼？所以咱这切磋都有诶过程，其实就是要互咱会当回天的资粮。为虾米会当回天？透过这种切磋都有累积这资粮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咱不止即种生吼，咱。为着要甲人个咱生，咱拢爱家己锻炼，用这个世俗个人吼，要赚有钱个人，爱有知识个人，对对对。所以做出来世俗个人嘛，就爱安怎学习个呢？你读研究所、读博士班，讲出来去读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咱就来安怎听讲座，参加专门个训练、考证照，对不对？安尼吼。丙种的啊来过来个乙种，对不对？啊，丙级、乙级啊来变甲级，愈考安怎愈悬，安尼一张证照愈来愈好，薪水就愈来愈悬。这就是讲能力、能力、知识，目的就是哪，要咱赚大钱，甚至要咱摕着好的地位啦。不过呢，足侪人拢安尼吼，我着少年是无着环境。少年来打拼做苦工，即摆吼有一点点仔财啊，啊嘛生囡仔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教育子女了，拢会甲咱个囡仔讲，较认真读册啊，以后若像恁爸恁母安尼吼做苦工，哦，哎，较认真嘞，就像咱平日甲咱个子女教育，囡仔较认真打拼。啊！咱希望咱来走路认真拍拼，要学习这样尔，目的就是为着要去给人生嘛。
这个是竞争嘛吼，这个社会上竞争。不过咱若去想，叫咱囡仔学这个到底敢好？就是，即摆囡仔足可怜的吼，足细汉的咧补习班、什么班，吼上甲，佮请伊来上专业的。我记得细汉，我老母就叫伊学钢琴、学拉小提琴。佮即摆做一个小朋友吼，足细汉，爸爸妈妈来送伊学这个，应该足欢喜，也足快乐。咱为着予咱的囡仔有能力，吼，到未来，咱就予伊无。快乐的，啊对。不过咱讲，啊我是为你好啊。对。你若无这能力，无这知识，以后你哪伫这个社会当徛起？你来想，爸你妈妈的吼，做苦工的。啊到底安怎才是对？就是咱来看这段吼，好不好？安尼做敢是遐对？这个囡仔吼，爸爸教有足严格个教育。哦。爸爸真明明，伊是有这个囡仔好点对。嗯。不过这个囡仔教足快乐。哦。伊学较足忝个呢。不过伊呐，伊眼睛，伊认为安尼做，伊爸爸会快乐。就是呢，伊爸爸教快乐。囡仔学较足忝个，爸爸嘛无快乐，为虾米要做这个代志？真正这个囡仔以后做好吗？伊真正是靠赚钱来赚钱生活吗？拢无一定。不过咱大人就是因为伊啊会晓，伊啊比别人较优秀，无我袂放心，是毋是安尼？吼、啊其实一定安尼吗？你看吼、这个老爸家己去想。做好囡仔的角色，爸爸做好爸爸的角色。这是一个功德哦，后尾有咱做常客。哦，其实咱咧要求咱的囡仔，希望伊个锻炼，伫咧锻炼的过程就是哦，咱咧拍拳头啊，袂有很来安尼。咱要求咱家己囡仔真强呢。不过，毋知咱用不用家己讲在念无吼？我老啊啦，佮叫我学迄个不可能。啊，你较少嘞，你个记性好，你紧学。
唔通伊也想爸爸呢？其实我较细吼，定听着个囡仔咧怨叹，爸爸妈妈对伊压力足大。啊，过咱做老师个，敢会呾讲，好、哦，你甲爸爸妈妈讲吼，我爱学啊，咱拢爱学吼。啊，过咱做着家长，咱嘛爱甲咱家长讲，甲着爱勉强咱个囡仔学这個，真正有必要吗？在这之前，会晓弹钢琴个举手，会晓扭小提琴个举手。会晓英文出来个举手，拢无足济项吼。伊囡仔拢伫补啥？啊，体育即嘛咧补咧吼。啊，去运动啊，啥逐项咧咧补，够辛苦个。不过咱嘛无办，啊遐济对不对？啊，咱讲要死，咱讲太拼，人较少钱，嘛无咧奇怪。啊，我从细汉无机会学习字，啊，我嘛是安尼一路一路安尼行过来，嘛是学了阁袂解歹。啊，为什么咱袂当相信咱个囡仔，免学遐济，伊未来嘛是会当学了真袂歹，就出一两步出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咱买来两步赚吼，人伊嘛有伊价值啦。虽然伊无出厉害，不过只只买啊，敢会学了歹？无明白，咱人也是同款安尼。所以免逐项拢学，其实逐项拢学，逐项做，敢好？啊，咱计较个是细节还是本？是根本还是坏的？咱大家思考，这种能力、这种知识，真正是根本吗？伊只是上帝让伊人世间看起会当领较悬的薪水，不过嘛无一定对不对？唔通为着这无实在的物件、暂时的财富、名位，咱就逼咱的囡仔？一世人用偌侪时间、偌侪精神、偌侪头壳去追求这個，为甚物咱要叫咱个囡仔来追求咱想得着、该学习个物件呢？咱迄个大石头是啥？咱敢爱甲藏个？足侪讲法讲，应该教咱个囡仔爱怎样得着，爱怎样友好。对，即个做个囡仔，知影啥物叫道德？仁义礼嘛，嘛知影啥物是友好呢？有可能做到话，做到讲，做到写，不过态度做袂出来。啥物叫道德？仁义礼貌，啥物叫做友好？其实，真足侪囡仔做出来的行为，那是拢无符合着这种的现象。因拢去追求财富、名位、能力、知识，因为追求这为着讲你一世人活了会较好一点。不过，咱无甲咱的囡仔讲，啊，你做离开人世间。以后的代志呢？你即马所追求啥物件，对你以后要登去立天无啥帮助呢？你追求一世人，可能后世人还阁来呢，甚至有可能为着争权夺利、争论是非，做落地狱的因呢？你都无甲咱个囡仔教啥呢？是毋是事实？到底咱爱放啥物件？吼，咱来做个思考吼。咱要培养咱个囡仔能力，要甲锻炼，吼，要甲切磋到啊。咱要为着要创啥？吼，首先来思考看卖，啊，再来想，咱家己要切磋到啊，咱来到啊啥？有啊，我拢有咧想呢，我做认真想个呢。不过你要做环境。五祖有甲伊提出讲，世人终日只求啥？逆境之终日只求福田。毋过呐，自性量力未嘛吼，福何可求？咱做较侪福，种较侪福田，咱无一定救会着咱家己自性诶。要咱回转去逆天，重点伫开悟诶悟，对不对？咱家己自性开。即世人所做的重要工作应该是啥？
比咱去净空点较重要。哦，因为六祖慧能就是我着体会着较正，啊五祖会当认为讲伊个境界有够，啊开悟个人就爱想六祖安尼，对这世间的一切拢会当体会了了分明。对，毋敢讲本来无，伊欲何处掠尘埃？咱就是伫这伫世间轮回太多侪世，掠太侪尘埃啊嘛。所以咱即摆要来切磋读佛，拢是要换世因吼，把咱的尘埃安怎慢慢啊清落去，把咱安怎心境慢慢恢复咱的本来，就是安尼。而且切磋读佛过程，就是要达到安尼。福慧双修到尾，咱会当救济，咱开悟吼，这个是咱应该去努力的吼。吼，这句话，互咱修得人该体会智慧两相吼，就是讲在咱修行、修静，吼。啊，一般的人为啥物伊要用迄恭敬的一面，无较出来的吼，伊做能力的去展示世间。其实，人老师讲，迄大智慧的人，看下哪哪。用有啦吼，啊足巧的人，足有智慧的人，只是看咱戆戆安尼。迄足厉害的人，会当保持长久的人，拢是足恭敬的人。有一天吼，人去问老师嘛吼，问伊道理了吼，我讲这世间到底是啥物才能保持长久？啊老师，已经老啊吼，伊就嘴拍开。你看，看伊块气气，啊！迄个人家讲无老啊，咱气气咱了了，对不对？咱老祖来个家己子孙出来，啊，这个故事大家拢听过了吼。啊，老祖在讲啥物道理？这子孙呢，搁较即嘛还袂歹去，对不对？气气足滴，会当加东加西，食东食西，唔过安怎？即嘛咱了了，伊要教人种道理，爱会当修行。因为讲自由呢，天下间啥物物件上流，老祖讲水会当互咱学习。啊，你欲看水做自由，流来流去，流来流去，那是无啥力。不过呢，迄水啊，一直一直一直滴，滴久安那，石头啊嘛去安那穿过。所以老祖的道理甲咱讲，柔弱性高强，对不对？不过有几个人愿意修自由呢？台湾人做好事，喜欢加烟啊出头，这是咱一般人的个性，对不对？啊，修道的人会使慢慢去体会，免讲修道的人，你做官人爱做了会好，做了久拢爱体会哪？第一，判官如判虎，啊，记性无，记性。第二，要老二哲学。永远毋通做老大，永远毋通做第一名，安尼安尼啊，足痛苦。安尼人拢要甲你竞争，安尼你活了足紧张，压力足大，是毋是？迄一般人会当体会安尼啊，啊，若咧修道人，咱咧体会，迄个就是啥战术？就是啥物做，恁思考无？哦，那是修烦恼，那么用修来面对这个修烦的一生。其实咱是修烦恼当中嘛，拄着恭敬的代志在了。其实人咧精神断义的时阵，人咧精神是佛的时阵，咱着安怎修修？咱干嘛要讲真？真较好。啊，比如说吼，人对咱较尊重，啊，比如说咱得到较侪，吼，这个是出现第一个基本的体会，就是安尼，因一时方便容易，吼，会当去开当进入到修静的境界，因自咱迄个动怒的心，因自咱心分的心，互咱的心沉淀。哦，咱的心会当静落来，一个真正当静心落来啦，才会当真正去处理代志，处理这个，哇，这个世间处理种种代志，才会当啦清澈，
较袂乱去。哦，所以就等于讲啦，人情地位，咱咧啊，代志想会清楚，想会，拢是因为咱心会较静落来关系。其实想烦恼也好，一般世间也好，拢出乱的，代志出多，对不对？要安怎去看清楚这世间的种种一切？要安怎想清楚我即马所作所为所讲所言？对未来是好的，拢爱心爱情，应该咁想清楚。当咱的心内伫遐咧动，心内伫遐甲人想要怎，讲真诶，咱无来看透，所以一切是要安怎去过。其实，即世人，咱是来修，对不对？有做侪功课爱去面对，有做侪课程爱去写。要面对遮个代志，要写遮个课程，拢爱有精诶。境界功夫，咱甲咱一关过一关，是安尼吼。所以叫讲就是吸光的地位，真是出世的含量。咱知影人流，迄是一种智慧。咱会晓得精，迄是含量，是属于讲精吼，心着真正能静来点点。迄爱含量，靠我了达到精的境界。甲咱做一个做分享，第二个地位，咱既然要去切磋多话，咱培训咱的第四个能力，咱要来创啥？咱要来行功立德，对不对？行功立德，目的就是要来哪？以后回去，咱就无去立德，咱要来行。哦，啊，要切磋多话啥？是第四能力吗？不是，这孔老师跟咱讲，咱要用菩萨心，原来这切磋多话咧，多过多了这粒心，多了这粒心，有愈来愈是菩萨心了。那愈来愈菩萨心，咱就知影要用什么款的言语，什么款的方式，什么款的哎呀地心来心转别人来。奉献家己，是不是？不是要来你这个地心能力安尼呢？哦，先问你所看，可能再从个高一点哦。哦，咱用菩萨心奉献给众生，道场啊欠啥物，咱就认真去做。哦，咱无这个形象，啊无这种功德的心，大小的事拢去做，它叫做真功德。哦，第二切磋都无爱破破咱。执着的心，我做诚济啊！真是，头发吼无太认真，只是度一万个人尔，你够认真？头发无做认真，啊，着拜一班，啊，就到礼拜，逐工拢有班，安尼够有做认真？我讲这只是要咱做分享，当然也有用这种比较。用量的感觉来咧思考，咱有算认真无？安尼可能咱搁落去执着的心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毋过做侪人会用这种标准来看咱的动修，咱是看这个人菩萨心无？咱是看这个人有执着心无？咱拢看伊讲，啊，你也拢无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你也拢无出来度人。我出来听道理，哦，何况希望咱的赞赏能够提升，咱不只是个人人出来听道理，啊、哦，个人去度人，安尼尔，咱爱鼓励啥，咱的赞赏有提升无？咱有切磋多话，培养出咱的诸菩萨心无？咱有切磋多话，把咱执着的心也无爱去，哦，这是咱真正行功立德。诶，根本的观念，啊无，咱若无这个心，咱上表面追求有形的物件，结果咱到真功德，咱有可能无真功德哦，吼、哦。所以真正切磋多话，就是要做真功德的功夫，吼、哦。我甲这点甲咱做分享，吼、哦，互相去勉励看卖啊。咱有咧做，不过咱的心境是更加提升的，嗯。
是做表面甲隐形的安尼的吼。好，第二段贵州仙河吼，啊经文是金玉官道木子人寿，富贵是交自为祈求吼。讲咱金银财宝吼，赚甲规厝内拢是啊，安尼咱永远拢保有啊。上好的吼，有一天你归空啊，人在天堂。啊，钱在银行哈，或者留在人世间，也带不走了哈。啊，你若想好，啊，无我想要收收到我要转去我老爸子孙。啊，古人讲，留予子孙归纳的黄金，啊，不如留啥予伊？留金册。甚至讲，留归储金的金册予子孙，啊，不如留德银予子孙，对不对？留德吼，所以。咱若金官金玉官道改做留规厝金的德行，敢袂使？咱留囡仔收遮个钱吼，毋是？留予咱个囡仔不如收德，吼做做德个吼，咱德有够多吼，留予咱个子孙，留予世间个人，啊对。所以咱该收个物质上个叫做金玉金玉嘛，一般啦。啊，咱收着人收个，即金玉就是。功德德行，今日安尼讲，咱今仔日德行满足咧，咁好，就当收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是种爱转变，所以才讲贵德，吼、哦，啊，若富贵是骄咧，重点是骄，其实是毋是大家好嘢人，有地位人拢会骄，无一定，毋过歹是咱有富贵，咱去骄傲，去欺负人，安尼会安那？自为祈求，会造来危险过程。哦，所以甲咱讲，富贵若是骄纵，会互咱家己迷失在追求之中，哦，追求之中会造罪啦。所以毋通骄。哦，啊，中庸讲爱素其为二行嘛，吼、哦。素富贵，二行何富贵嘛，吼、哦。素贫贱，二行何贫贱。哦、不管财产多也少，不过咱拢知影，咱要安怎行。啊，这富贵的人会知影行富贵之道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人骄。啊，若富贵换做道德的，敢袂使？即世人三千功八百过，拢做好啊。那是富贵啊嘛，敢会当讲以后咱到各位，各位袂歹。哦，上品各位，安尼有本事吗？不过咱也有一支骄的，哦，这个功力足大，不过足骄，安尼干来得去，到上品的功力，可以无？哦，我用这来做比喻，就是咱体会，哦，修道人要安怎去面对这吼、哦？啊，这两句话是用人的人生的哲理、哲理来讲道的。一般人追求吼，伊他拄啊时而饮食，随而瑞食，拢是希望这种好的结果，希望金玉满道，希望大富大贵嘛。这是一般人所想的，希望好的结果，咁是安尼。唔过，虽然安尼想，真正有足侪人买啊金玉满道吗？大富大贵吗？拼一世人拼命，啊累积偌侪？得到什么？真正大家拢变好个人吗？无、真正大家拢大富大贵吗？哦，所以人家讲命里有时啊，命来了有，就安那终须有，一归个就有。啊，命来了无咧，莫强求啊。不过足侪人吼，唔相信伊无这个命。所以一直咧强求，我足拍拼，我比别人比较认真，对不对？我比别人比较拍拼，结果咧，我比人比较歹命，即阿吉阿瓜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咱比人比较歹命？因为咱强求，较得会着，得袂着，甚至伫迄个认真拍拼过程里底呐，做了唔对的因，咱结出较歹的果。哦、所以你得到这个财富，
富贵，这拢爱一定正确的方向。爱真正呐，命来命较内底有嘛吼，安尼命来较有吼、哦。所以世俗人才讲，伊女子才会当无一定得会着。啊，咱咧修佛道，咱毋是咧追求金银嘛吼，富贵嘛吼，我讲诶，咱咧追求啥？这是功德，对不对？以后要啥？德行、天相、名流、人间啊，希望咧消失了事。不过讲真诶，咱修佛道十多年啊，逐渐咱追求啥？到即条金玉满堂。也是咱想吼，老师，我收办了这侪单啊吼，你嘛我较自卑一下吼，加减我赚寡钱，我足苦嘞，足辛苦，足艰苦嘞，咱敢会求安尼？老师，我有足大个愿景呢，想要起一间佛堂呢，请你着自卑拨我钱给我吼，我要起佛堂能用，该咱个老师来求，得无？是不是？迄心理上，迄吼，咱、哦、当然是要去问，但是要甲老师求财，但是思考一念之差呢。啊，明明着300万，啊要去3000万，还是3亿的佛堂，敢好？蛮好啊，量力而为，佛堂不在大小，对不对？更后重点是哪？当然，咱的佛堂拢感觉真好，啊，真干的。天道安尼嘛吼，安尼即个佛堂，就算说些经啊，嘛当度化未少的众生。所以，迄是咱在努力的吼，并不在是安怎钱的最少吼。啊，修办到这个人，咱到底有甲咱的德行留落来无？有甲咱的功德3000功、800个的功课做好啊？互相来思考、心思一下，到底咱安尼行到今啊，是愈行愈正确，还是愈行愈无正确？哦，行偏去，对不对？我当然，迄个偏是歹意思，是咱无得行出对安尼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。所以，根据这個，咱就来思考。金玉满堂，举人手，有影真正足有钱个吼、哦。世界去。聚敛财富，哦，赚大钱，做官的嘛，你搜刮民财，赚到够侪，有钱了就顶，顶到做一钱，我做牌啊，吼，啊用名牌，我感觉伊安那，做有钱，伊感觉咧，人家会尊重伊，是吗？人家看到做好业，咱就尊重伊，唔知影，我说个，哦，我看你好业，我唔敢看你无。我对你无尊重，虽然无真正尊重啦吼，是无我看见你安尼吼，啊拢急一下咯，啊所以为着人有足侪人明明都无啥钱，爱着贷款200万去买一台面对面吼，敢袂使呢？会啦，伊若讲你若管你来贷款去买面对，伊可以把贷款留你啊，啊开出去200万，敢有特别咱做事？啊200万免还吼，嘛是爱还，应该足辛苦个对不对？啊有人嘛是讲啊，我免遐迄落啦吼。我要一个普通的50万的轿车就好了。嗯。安尼我免贷款，个遐辛苦对不对？看起我无开做好车，个我日子过遐较自在啦。啊，50万的车，敢爱保养？敢爱钱，拢爱拢加啊开销吼。收入若无介好，其实50万的车嘛，可能开起。啊，有人讲啊无啦，我下面也无，啊无我骑脚踏车，遐乌路歪，可能较有才调，我着安尼过吼。啊，店做好起来，到台北伊过了较幸福快乐，无一定。吼、哦，啊，不过店惯习个人会愈来愈自信。啊，我看咧学生啊吼，啊明明就无咧趁钱，啊摕出来手机拢比学费较贵。你奇怪，啊你较会照钱吼，啊恁爸母也要你，老师免，我想办法就有啊，我咧办我咧倒来。啊，其实后来后去嘛是家己付啊钱吼。
啊，所以我著徛遐细些，我徛足侪档案咧吼，啊无著过年头啊，阿公阿嬷、啥物人亲、阿舅阿姐，算拢偷的，还生奶些吼。阿舅，我买一台手机，阿舅把包塞落包的吼，还是阿伯啥拢安尼去偷。啊，红包偷了了诶，摕去买手机啊，啊无著去买电影吼，即摆囡仔是安尼。哎，感觉红包是伊的，钱就是伊的。不过阿兄。爸爸妈妈，阿婆恁阿舅恁阿婶恁阿伯呢？为啥会变你个人好哩？你竟然安尼开，够简单。啊，迄手机啊，愈用愈简单嘞。袂啦吼，啊，不过足奇怪，足爱安尼，感觉安尼较好，大概就听你。不过真正有地位个人会输个啦，根本安尼过，唔免。吼，这下底这两个相片，讲这人做个。将财产来对一下，你看我这副钱对不对？啊，着穿金戴银，哦，就是讲印度有一个人结婚吼，啊，伊老爸甲办一张喜宴，开两亿台币，伊辛苦穿的金啊，二十几公斤，金啊挂伫伊身躯二十几公斤，其实足辛苦的，对不对？不过伊感觉一点仔拢袂辛苦，就赢，因为阮兜较少有钱。你看你看好，遮尼有钱，遐贼啊，遐一寡好了，敢无看到？吼，所以佛家讲吼，财产是哪？五家共有，你记无？一切拢无常的呢。那迄个要来甲你偷，迄个要甲你抢，还是政府要来甲你征收，还是风灾、水灾、火灾来吼？你的财产就无去。所以讲，五家共有啊，无常的。不过咱人是安尼吼，感觉有做一点红灾。我甲你数吼，讲过有一个人叫赵仲的吼，赵仲吼，石崇。这个人有够好个，因爸爸是开国的功臣，做甲大官。伊嘛去用派囡仔上台北市咧做市长呢。伊迄所在人足多，桥的水足多。啊！变咱卖高些，就赚足侪钱。我讲伊做台北市都做几年，安尼赚有够侪钱啊！赚够偌侪钱？丰收的弟弟算国富嘛吼，嘛是爱赚钱的。我细也咧做丰收，我嘛要来捞钱，捞很多钱。啊，有钱去搞这个酒店，咧比赛啥物人较有钱？啊，大家比吼，大家丰收上面一张酸哦，讲两笑话的关度吼，足悬的。伊感觉出样诶，光起哦照着讲，今仔日皇帝我即在，讲这是足难得诶选哦，两笑悬，两笑悬悬度，啊照两个笑笑，啊摕伊诶身躯咧金做迄如意棒，啊使啦使，我对伊诶选人讲落去，讲无歹，我迄个国父哦气甲要死，啊这皇帝送我你敢讲无歹？伊讲歹势啊，我都无说伊，我金迄金如意无说，就甲你砍落去。啊，无我陪伊啦。来，我来参考拍去。我这吼，差不多有十几丛砖哦，上细丛都有三尺宽，逐丛比你差不多迄丛较大丛，看你爱对一丛，你家看着看咧吼，较短啦，等于有够好个啊，对不对？结果这个人才好个啊，迄个国库够足收钱，尾仔又失败个行业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爱短，敢好？无好。轻吼，诶，引来人甲偷甲抢，啊严重诶，造成杀身之祸吼。所以咱有钱爱财不露外，即种一般世俗甲咱教诶地理点点，世俗人就知讲我有钱袂使点啊，无会甲你找麻烦。吼，啊咱修道人咧对钱财态度当然毋是安尼。哦，咱要用啥物？咱面对钱财，咱爱用啥物看的第一，就是莫甲钱看伤重。咱来看啥物较重的，看道德较重吼。这个老师讲吼，世界上的名利钱财拢会消失，唯有无形的功德才是永久的。所以金玉历史的人的思想内底就是道德德行嘛吼。所以老师甲咱讲吼，不一定。这是咱修道人的第二生命，嘛
是咱一世人必须爱一个功课。所以咱吼，咱背地就是安尼夹钱安尼啦吼，夹到金玉满堂。安尼是背地背咱地安那，足大大半，大概充满这世间，安尼好。哦，足侪人拢感受到咱德行真大，咱又有影响到足侪天下众生哦。这是他多一句话，我感觉咱修人爱体会地位吼。过来就是依财发心，啊，真讲咱苗袂歹做好业，咱安那就大家讲，人家依财发心，不人家依心发财。啊，咱是要学第一句吼，咱就是准备的修人，咱知影啦。咱会用咱的资产来呐，来让咱的心更加让人呐有意义，咱的生命更加有意义、有价值。吼、哦，安尼要安怎做？最讲就是讲，下有用的心来替众生做做一寡代志。咱另外讲，下了愈多，天上的成就就愈大。所以，知影人去下。去布施，这种人还是真正有智慧的，对不对？伊要把伊的钱乌白糟蹋去，伊就爱善用伊的钱财。咱若有钱，咱要布施会足方便，对不对？啊，若无钱，咱来布施其他吼，面啊、言语啊、嘴啊，吼啥种种的方式，替代啦，用种种的方式来布施。虽然咱较无钱，要咱通做出来。无畏心啊，吼，迄嘛是相布施，哦，所以只要咱这个心，愿意去布施，咱所拥有的心啊，是阮愿意去奉献，其实咱拢是依在发心的，哦，啊，这是修行爱体会啊，种道理。好，咱来看陈树举这个。休了，结束了卖菜生涯，但是他依旧继续行善。好，今天双十节，他参加台东县政府的升旗活动，同时也宣布要捐赠1600多万元的积蓄来设立医疗基金。好，树举阿嬷还笑说，自己赚了台东人这么多年的钱，所以他当然要把钱留给有需要的在地人。树举阿嬷一头一朵短发，轻便服装套上招牌。围裙，面带笑容参加台东县府国庆升旗活动。今年初运到他决定退休，把菜单交棒给弟弟和侄子。经过大半年休养，不仅精神奕奕，双脚也显得圆润丰腴。谢谢妈妈。哇，近期你都快胖那么多了啦，胖到快要走不动了。69岁的他，自嘲胖到快走不动，但好心情全写在脸上。国庆日不止参加升旗活动。同时宣布捐出3块，金额高达上千万。赚台东人的钱啊！我退休了，回馈给台东人。啊，今晚配音啊，五分钟讲的。好，化成行动就能够改变世界。在捐赠同意书上签下大大的“陈树举”3个字，要把攒了50多年1600多万的积蓄全数捐为医疗专户基金。阿爸笑说：“虽然是棺材本，但取之台东就要回馈台东。”他心满意足。来通通气通通的啊，身外之物都要开。树举阿嬷把钱视为身外之物，默默行善，回馈乡里的义举，让民众赞不绝口。我也是农业国小毕业的，然后我就看到自己以前的学姐可以做到这样，自己觉得很骄傲。可是我也是可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是用它做些表率，可以纪念自己，来跟他学习。很简单的一句话，就是自己社会有自己社会，我是一般人的小孩，要做到。奖杯记卖酒豪，树举阿嬷行善数十年，好名声享誉海内外，还获得《时代》杂志2010年年度百大人物的殊荣。如今退休再捐善款，台东县长黄建庭夫妇都献上拥抱。阿嬷的爱心永不间断，持续陪伴台东人走下去。民选林汉台东报道。这陈树举啊，大家拢这年拢捌伊啊，咱伊到听到安怎知？不知，不过伊。做显出这个呢，咱有感动无？咱个做会到，可能咱嘛做会到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要量力而为呢，咱做安怎？哦，咱到有钱，咱来也空空啊，去也空空啊，一个体会安尼啊，所以愿意奉献出来的呐，设立这个医疗基金，捐出1600万。
安尼安做安怎？我感觉，阮老天爷吼，真经理，伊着把伊厝的地奉献出来，啊，阮起营养物代，这着种精神。啊，我着无啥着存一块地，啊，有即块地奉献道中，未来若要救活着，啊，着大家用。我感觉这嘛是一个真伟大的思想。啊，为钱是怎啊？伊所欠长礼堂，阮互我，互我用，别个拢稳定着赚较侪吼。我知一个钱的，吼，啊，伊着算外省啊，吼，啊，退休了，国家拢有一点啊，吼，啊，苹果的退休金，伊嘛足欠长礼堂，足欠的。不过听讲伊归矿的时阵，伊家己积蓄全部拢退出，啊，连囡仔拢无继承着生，啊，伊连囡仔嘛足怨伊的吼。伊个讲，恁爸爸着安尼欠个嘛，拢着是着变啊，要布施，要行功，一世人思想单纯，吼，啊，足愿意布施奉献，啊，着欠遮偌济，足偌济拢奉献出，吼，迄着是伊会当做个，伊用力只有出呾些，啊，咱一般是安那，钱留互子孙，毋过到底啥物人较有智慧，钱留互子孙，子孙会当甲拜做认真拜。知影，钱捐出来给社会，成立医疗基金，社会人会甲咱感谢感动。啊，钱若捐阿哩道场，用途是啥？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有个人布施出来救人的身体，互人个生命会当啊延长，还是啊会当活得较好。啊，有个人是啊救人的慧命。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注意检验。咱也许有做个财产去救人的性命，这辛苦的命。不过咱若愿意代天宣化，愿意度化众生，咱就加减会当救众生的慧命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这嘛是咱会当做的代志。啊，咱安尼去做，嘛是以咱有限的力量。哦，有限的能力去做无限的功德的吼，跟咱安尼讲，咱若愿意做，其实咱的功德嘛无限的吼。好，来就是富贵而骄，自为其咎啦吼。哦，骄傲自大，仗势欺人，爱增加咱的咩狂妄、狂妄想、狂妄之心啦吼。哎，咱会愈来愈狂。啊，来愈来愈呐，无。啊，有钱有势人，拢会啊容易啊骄傲自大，会去仗势欺负人，吼、哦。啊，安尼敢好？安尼当然是无好吼。嘿、哦，啊，即句话，因为因会找来因的危险，吼、哦。啊，修得人爱来体会呢，吼、哦，好养，富而好，富之。好嘞，啊！这句话哩用语内底来讲吼，主讲感觉啊，通主讲吼，啊，病的人也袂去人吵，也袂去人拍马屁，啊，好起来的人也袂骄傲，安尼敢好？吼，啊，讲有主讲袂歹啦，啊，不过佫有佫较好个吼，病的人会当呐，未落于用贫之乐而。富是好礼食用，吼，安尼吼，哎，贫的人会当乐道，好起来人当好礼，安尼更加好吼。所以主角听起来感觉真欢喜的，吼，原来啊，师傅甲我教好更加厉害，切磋了我，安尼我阁愈进步更加侪，吼。啊，要好起来阁会好礼，咱敢有看到这种典范？做好起来，还去做礼吗？是我有钱，不过我会当展现出我的礼，啊，礼貌是要从哪？礼就是要让人甲人的之间的关系会当啊得到一定的尊重，人甲人当啊和平的相处，
这是内容，内是用何为贵？哦，因为咱进入出咱这种内，和人跟人之间较祥和，社会愈和谐。哦，这是好业啦，会当比一般的人较容易产生的影响哦。当这好业啦，愈有内哦，其实伊下底啦，愈啊啦，愈会受影响，叫做风行草野。里面的人，愈会当进入这种好内哦的影响力。下底人愈真正会知影下底一下吼，就伫美国的洛杉矶吼，有一间咖啡店，有一个习惯，人遐真奇怪，啊，因商品店拢会搭迄落咖啡杯啊，伫遐提起，啊，一张、两张、三张搭伫遐是啥？讲迄就是有一个人，有时间不知哪，伊心情特别好，伊伫咖啡店讲：“哦，你咖啡真好啉诶。”我说想要把这个咖啡分享给人，啊，无安尼吼，我加一笔钱给你，寄一杯咖啡你吃。什么人？你若感觉伊足想要啉你的咖啡，不过有个炸钱出来，你就请，安尼会使未？哦，啊，我以后若搁来啉咖啡，我就搁甲伊搭一张，哦，我就逐摆啊，拢啉一杯咖啡，我两杯就对了。哦，结果边啊一个人看着讲：“哦，你安尼袂歹，我嘛要甲你学习，我嘛来啉一杯咖啡，哎，真正袂歹啉，我以后寄一张来见面。”那个产品哦，搭过两条咖啡，咖啡纸，什么人会来？你个头个上把人寄过来杯来，阿变安怎？什么人是需要啉咖啡个杯子？人将来第一嘴干吼，去运动啊，啉几啉了无差钱，伊就可以讲哦，你就来遮啉咖啡，有人啦，有人有分享好咖啡给大家。啊，请恁厝内底足侪人拢寄啊吼，所以我特别啊办，请大家愿意来啉咖啡的，愿意来啉了拢来。第二，伊也看到啥物人较哪较善解，伊就主动啊哪泡好放伫外口，啊，甲伊讲，你著来遮替替伊去喝喝，反正啊哪人请安尼吼。啊，所以足侪善良人拢足欢喜去摕伊个咖啡来啉。啊，伊也袂感觉讲去摕咖啡来啉足见笑。一般人要去啉，拢会当去摕来啉，安尼吼，人搁搭，啊有钱，到人咧摕咖啡啉，无要紧，反正我有钱，我就搁布施出去。吼，这个现象我感觉真好。尾有一间，我伫家里吼，有一间素食馆，我去食饭，我看伊，伊迄个标签伊也搭一个某某人布施爱心便当五十个。吼。你若感觉什么人有需要，迄独居老人啊，还是啥啊？你感觉有需要，你就来我这领爱心便当，固定体拢无要紧。啊，嘛是迄、那个人来听体的，你帮伊填意向，安尼就好个嘛。啊，所以大家都愿意去给提爱心便当的。哎，听讲，迄、那个我有好好事咧，问恁老板讲，啊，你安尼一个月几爱心便当？我遐拢差不多三四百一个月，我平均一天就十个爱心便当。赚出去给人吃，爱变钱安尼。哦，我感觉，啊，迄个人较会赚，所以讲，无啊，都有人想这种吃咖啡的。啊，你这做习惯，头起做来，摆你去玩你了，安尼我寄付爱心便当，我嘛不知要去后送啥，啊，就输呀，就摕去吃。结果这种钱会产生一种良性的循环，大家拢愿意，情有余欲，留一份爱心给天下众生，了解没？哦，诸位先生，咱富而好礼，先生，我用这个方式，表面上我是付出钱，佮我有合理无？礼貌礼无？有，大家拢作祥和。你服人的时阵嘛是安那，服人袂感觉我摕你这个便当，啉这个咖啡作见笑，袂，因为伊摕了诚存在，啊，佮会感恩哦，这做好哦，就是古早人拢会摕一个地毯，皇帝，诸位先生吼，去爬山的人到水塘，皇帝塞伊啊，你摕来啉。咱个感觉啉迄茶足见效，袂，不过咱感恩无，足感恩真好。咱有只善心的人，知影做这个代志，哦，咱就是富而好礼的人，会知影去做这個，哦，啊，咱两个人会透过这种方式，愈来愈祥和，因为咱知影足侪人真好心，足侪人个咱呐看了真平等，真尊重人。哦，咱用这个心去推动的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安尼咱这个社会就愈来愈哪愈祥和。好，第过来一点就是，咱来谦和去对待人。
卖姜，另外一个较正的就是毒，会使知影人欠。哦，欠货会当互人伫这处事中吼，行较少歪路，会安尼足辛苦，安尼持续不平，为咱做人较欠伊，那个对咱就安那，较袂甲咱打。哦，那么看咱赢得他人的尊重，会当互人甲咱尊重安尼吼。第二，拄到迄直直的人，你若知影呐，欠伊，你要去用来寻找人，愈收服人的心，去找着你的人才。哦，啊，三国时代刘备，伊听讲诸葛亮聪明，足优秀，对不对？刘备去找诸葛亮时，刘备54岁，诸葛亮27岁。刘备听讲诸葛亮足厉害，要去请边仔传个重要兄弟，一个叫关公，对不对？一个叫张飞。啊，张飞就脾气较歹嘛，伊第一间去找诸葛亮，诸葛亮敢有出来看伊？无。张飞就看这个人咧困中头，大兄来佫无出来，就好食一饮来。第二家去，佫咧困，佫无要出来，张飞就站袂住，对不对？就生气。啊，是代表我袂使。那是在你请你优秀的人才，就是要让你来遮呐使性的，哦，啊，张飞就听刘备的话，认可。第三回过去的时阵啊，诸葛亮才出来来见面，哦，诸葛亮为什么不要头前就出来？你看这个丁西有达咧，我对伊见，迄愈有能力的人吼，愈会考验这个丁西。有大家对话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前辈者也着有要让会当方便，咱对后学着爱愈啥谦和呢？因为打入谦和之中，咱较会当互人感受，吼、哦，互学问，也是咱道心较能对咱做伙拍平，吼、哦。诸葛亮24岁，伊着甲刘备分析天下的局势。甲讲你要安怎做，上好诶方法，可以让咱收回你汉姓诶江山。第二，就算我来收回汉姓诶江山，毋过你搁呐保留汉姓诶名脉。时间较久诶，有一天你无求人呐恢复汉姓，上较歹就是偏安伫一个所在，吼、哦。啊，毋过老皮听听诶，上七中七，伊拢无来做。我也另外当偏安，哦，饮酒啊，饮酒安尼吼，所以诸葛亮伫迄个时阵，人分析较清楚，你要安怎？为甚物诸葛亮遮厉害？是27岁个少年人，伊会当天下局势，甚至未来安怎发展，拢分析到互刘备感觉有够厉害。即个诸葛亮能力，诸葛亮遮尼有能力，毋过。诸葛亮对人讲，阿足骄傲，嘛袂；诸葛亮阿足谦卑，刘备嘛足有德行个，伊嘛知影人谦卑，所以两个人用谦卑来互相对待，即、這个官甲即个士，吼、哦，互相合作。有一个可惜就是刘备早死，对不对？刘备早死就是有关公个关联，我无讲。我讲遮就是讲，刘备用伊个谦和个态度去安那去得到诸葛亮。哦，政治来讲，要得天下事，爱先得啥？人心。要得人心，前头是爱怎样运用贤才，啊去积贤能的人，哦，放伫对的所在。这就是大家甲咱讲的得天下的道理。我为啥物会当得到人心？不是我一个人，是我用的人啊，伊着替这个君王。啊啦，甲天下第一较煞好。毋过要得即个优秀的人才，啊啦，要哪点？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。必忠信以得之，交泰以失之。吼、哦，你若对下底人上骄傲吼，迄拢一日走了了。袂使高高在上，我想我拢做歹个，你弄歹，安尼毋对。爱想啦。刘备安尼谦和，使用忠心的态度去对待，就较对待一般人才，安
尼你会当得着这人才的心，你会当得着伊善良因，得着咱敬天下的人心，安尼天下就咱大治吼，这是跟道理。哦，安尼无遐伟大，咱也学着我一个精神。较早一个大官姓啊，叫张英，伊做甲大官吼，啊，搁因家的隔壁要起厝，啊，甲因的迄个厝介绍，烧庙了无好势，那像供应出着因的地嘛，哦，啊，就两个厝里人出无欢喜，讲要拍官司，写批去互伊讲吼，讲迄个人足久拗来，讲咱的地干的地安怎吼，讲就爱甲咱的厝安怎，伊要起甲咱的厝啊，啊，明明咱就伊安尼就对。叫你用你的官咧，甲遐地方的官员讲一下，叫伊退出。啊，叫这张英吼，听着讲伊咧生一点点仔一个倒墙仔饼咧，伊就写一条批文讲啊啦，千里修书只为墙嘛吼，啊啦，叫他三尺又何妨啊，对不对吼？吼，万里长城今犹在嘛，不见。当时真死哦，吼！伊就甲写一张死转去哦，比如伊厝内人知影，好啦好啦，互你食，我退三千互你。叫迄个厝边人歹势啊，你退三千，我为着这张饼，甲你安尼吼，咱就莫歹势嘛，退三千。叫两户拢退三千，中间留一寸，留一条六尺的巷仔。叫迄条巷仔，互当地人安怎流传千古，这就是谦和。哦，人甲人三人谦卑退让，互相和平相处的道理。哦，互我感觉咱输着人，毋免去甲人争，争嘛会得着人的心啊。爱谦和退让，有一天歹度的人、歹生存的人，嘛渐渐互咱度开，嘛渐渐互咱生存开。是咱无够量啊，无够谦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就无法度去真正生存。啊，咱互相勉励，吼、哦，咱是对着人要甲咱生，人要甲咱拗拌的时阵，咱会让个包容，会让个谦和，吼、哦。有一天，伊感觉也是恁这种人较幸福啦，甲恁做伙吼，较有价值，吼、哦，较值得甲恁做伙，吼、哦。所以常常常咱就，吼，咱这种品行，吼，咱种德行影响，卖用较和平的方式，甲咱做伙相处，吼、哦。所以这我甲恁做分享，吼、哦。最后，恭请新退。啊，天机的吼，即款啊，成功了啊，会当退让，这才是自然为会当持久的胜利吼。吼，足侪人追求也好，拢是希望成功啊，名次了。哦，啊，不过做人会成功名次了嘛啦，唔使人退。啊，连政治上拢讲迄个越王勾践两个大大臣嘛。一个叫做文种，一个叫范蠡，这范蠡、范蠡、范蠡、范蠡，第一互我记起着吼。这个范蠡伊就啥讲？这个勾践吼，只可强可不可动工啊。所以伊就啥讲？伊即马配合伊的江山啊吼，伊爱啥人退？伊要退进去去找咧文种，伊甲讲，咱这个国王吼，无迄个度量，互咱家强向这种迄、那个。幸福幸福哈，这哦，所以宽的，所以吼、哦，你我劝你吼，咱把我宽宽，等下一个人家己靠面，而且文总无听，就讲靠可怜，咱拍拼这，伊拍拼这尔多，伊应该袂遐降生分咱一块吧。啊，反正听你来讲好啊，你若感觉安尼，无你就去领伊的赏赐。啊，我吼，我要来哪，我要来云游四啊，要来看外景。伊表面上讲你趁钱，真话趁做就是，哦，尾仔反而真正就是甲迄个勾践讨一个做生意的特权，啊，四界去做生意安尼，哦，啊，文种去做宰相，毋过三日了后，文种去互勾践甲杀死，哦，啊，反而继续做伊的生意，趁做侪钱，人叫伊投资工吼，即、哦這个故事一般拢会摕来应用伫这段，伊知人心退，哦，啊，毋过咱。一般人是毋知人心存，不过你政治的世界，你知影讲，爱知影心存地位，无心存，有一天会做来呐，不一样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。啊，问题是，啥物先该退？爱遐看着时机，我若好嘢人，爱知影啥物先该退休，
你又唔当退休，唔可能啦。老了死人，这个生命无得过。哦，啊，那以咱修道人来讲，咱修道人，啥物时阵该进，啥物时阵该退。哦，这段主要是要甲你讲咱修行进退的迄种关键，也是用个标准。哦，好，成功一直爬爬爬爬到山顶，够厉害。爬到上顶啊，敢来落山？哎呦！因为阮住伫遐就好，莫落来啊嘛。无可能，啊有一工安尼，咱是去在即个，咱有坐着爬去山顶啊。不过最后，咱嘛着爱落来爬爬，一切归于吼平静，拢在底下吼，一直爬出来的。所以，安那退隐江湖，游走四海，哦，再度享受平民的生活，或者是下去有这种的道理吼。啊，问题好啦，抛出两个问题吼。安怎好算是咱修办有事？咱修办了这个当啊吼，咱好事，咱个恭喜啊，名衰啊。啥物时阵，咱个算咱恭喜名衰？啊，咱讲个心存哦，其实我感觉做一件人咧，歹势个呐，去占位。啊，互你做了你好唔好？阿妈呀，今日做准备好啊，无这材料，啊做做了好唔好？阿妈呀，做啥物好唔好？拢卖呀。啊是谦虚，啊是唔敢负起责任，歹讲。不过我知影做一件，才是做道理听做侪，拢知影讲去占着迄个名位。不是做辛苦，有地位的人袂爱去接这个名位。不过当这个名位拢无人要接，就一个豆腐要来杀。无钱面，无点钱输，无领面，无做了，豆腐就好啊嘛。啊，我拢唔免做啦，我大家拢会自动自发。能够自动自发，我免领导人、领导者，我们自己都是领导者。我们可以各办一方，所以这还是安尼嘛。啊，是因为我无迄个命位，我着被动，那么叫，我着毋知影要做。当然，那是自动自发的前行，或许咱安葬。不过，咱若是因为所谓身退最少靠，我莫伫这个位，啊，你叫我做，我着做，结果变成一个被动，甚至退缩不前。安尼就无彩，不是？我做着经验，其实是安怎？豆腐的皮无正真实，用冷眼旁观的心态